总经理人沈红花、沈红华先生讲话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各位长辈，各位亲戚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大家中午好。今天阳光特别明媚，天气特别好，我们大家今天欢聚在这里庆贺新郎严峰、新娘林雨两对一对新人喜结良缘。我非常荣幸的被两位新人邀请作为他们新婚的证婚人。新郎严峰2007年6月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装潢设计师设计系，毕业后只身到上海投身发展自己的事业。新娘林雨200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。谢谢各位，我们参加渴望李玉玉两个孩子结婚的时候，过得幸福美满，互敬互爱，与两个老人团结相处，担起家庭的重任，让李玉父母安度晚年，福如高寿。渴望两个孩子每年做好非常道具。好，两位新人不负说我们两个老的厚望啊。我呢这个在这儿衷心祝愿严峰和林雨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亲相爱，白头偕老啊。下面我们就有请大家这个入座就餐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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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不好吃，不动的，当兵的都是这个样子，没办法来，对吧？我们抓起来，老许，耶，看你，他们黑，来兄弟，哈哈哈哈哈，兄弟，抓紧，这不喊了，你打了吧，你就。你火柴不好使吧？你肯定没了吧？你买个防风的那个，他就好了，找到了吧？来。